大家好，这里是顺源文化丙森国学讲堂，我是王丙森。我的讲课风格呢，就是只讲干货，不说废话。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接着上几期的节目来分析一下这个八字啊。这个八字我们讲过它的一个用神，就是金水啊，讲过事业格局，讲过身体状况，讲过家庭的情况。这一期呢，来讲它的一个感情状况啊。这个八字的感情，实际上是比较乏善可陈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就是这个印旺的人啊，印旺的人，正偏印混杂的人，这人比较保守，啊，喜欢待在家里，比较宅，不喜欢交际，啊，食伤生财的人喜欢交际，啊，印旺的人就不喜欢，啊，另外呢，他没有食伤，食伤代表玩乐，出去玩，哄女孩子开心。那么他这些也没有，那么他就这个女人缘就比较差啊。另外呢，八字里面没有木啊，金克木为财，财为妻啊，没有妻星，那么妻缘也比较差，所以说呢也没有桃花，所以说你让他自己找对象是比较困难的啊，只能是别人介绍他啊。这种命呢，就是在古代有句断语叫八字无财啊，这叫僧道之命啊，就是容易出家的人啊。但是在当代来说，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了，但是一定是晚婚啊，没有什么女人缘。另外呢，这个八字啊，这个时支你看都是偏印，偏印啊又是这个华盖，这种人呢啊，如果家庭条件比较差啊，容易当上门女婿啊。但这个人没有成为上门女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早年走的运比较好啊，早年走庚申大运的时候当上啊，能够当老师了啊，实际上在这种地方上能够当上一个老师还算是不错的。虽然女人缘不行，但是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啊，所以说呢他结婚是别人给他介绍的啊。在这部大运的时候可以看一下，庚申大运的时候事业是没有问题的，挺好的啊。然后这个申金呢是他的一个阳刃，阳刃就代表人的气势比较强了啊。那么庚金呢也是劫财，也来帮他啊，帮他的话就代表整个人的气势一提升，提升了之后就不被这个印来埋没，那么他的这种生理啊就比较成熟了，就会想着要去结婚了啊。然后在这部大运里面的辛未年，辛未年首先说辛金辅引这个日干，日干又增强这个金的力量。另外呢，地支有丑未相冲啊，这是夫妻宫。夫妻宫你要看是用神还是忌神啊，如果是用神的时候他喜欢被合，一合的他容易结婚，如果是忌神他喜欢被冲啊，丑未一冲把这个忌神啊一旦冲走了，那么就这一年结婚啊。上来说对他来说一直有人给他介绍啊，但是一直没有心动，就到了这一年的时候，七宫一被冲，这个自己的这种生理上也有反应啊，心理上也有变化，那么就表现在这一年啊，别人给他介绍可以了，就结婚了啊。那么他的夫妻感情怎么样呢？首先来说啊，这个八字七星呢它不是用神啊，但是也不算是忌神，而且比如说这个七星来了啊，这个甲木啊，甲木来的话啊可以帮他克这个戊土啊，乙木来的话可以帮他克这个己土啊，他的婚后的时候运势还是不错的，实际上啊，就是印旺为忌的话啊，结婚之这个人呢不容易找老婆，但是一旦有了老婆之后，财星到位才可以坏印，反而他的运势就会提升啊，这就是人生啊。所以说有些人咱们看到有些人的这种命运啊，一旦有的人结婚了啊，反而这个破财不好，有的人呢啊虽然没有什么女人缘，但是结婚了反而运势变好了啊，这个都是实际上都能够从八字里面能够显现出来啊。这节课呢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里，下一节课呢我们来讲他的一个子女的问题啊。我们的课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